让万国兵戎挂旗都失色，赐我勇敢的心期待在今年度能够扩张你家庭的账目，能够扩张你生命的账目，能够来扩张教会的账目，能够来扩张你所居住的那个地方的账目，去与更多的人连接起来，让耶稣基督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，进入到你的家庭当中。所以让我们能够愿意去扩张我们的账目，能够我们一起去，我愿去放长我们的绳子，连接更多的人，去关心更多的人，让我们也愿意去兼顾我们的抉择，就是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、家庭、教会最强大的根基，让上帝成为我们的影响。我们一起来继续唱这首诗歌，如果你会唱，跟我们一起唱。成为我的影响，荣耀救主。因为我
是我永远的心意，不畏惧。能够赐福。